在中单的希特拉一些方面也会选择去带这个英雄。对，直接逼大龙，直接逼大哥了，直接掉门阶了，大龙还是在那边。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，我是主持人于双，也是有幸邀请的。选手们在各自的俱乐部都已经摩拳擦掌准备比赛，虽然说是线上赛，但召唤师峡谷从来不缺少精彩，让咱们共同期待吧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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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你们的守护，谢谢你们的坚持，谢谢你们的速度，谢谢你们。此刻敬英雄。